呼吸，被梦想发出，台内之声，88.3。信可乐呀，每周三晚上7点，听听你，一道光，停留时光。Hello， 欢迎收听信可乐呀，我是丽明，一道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和大家聊聊有关于台湾和韩国的文化差异。今天要和大家聊的文化差异呢，是有关于就是台湾人大部分都会依星座来看大家的个性。在韩国或是日本那个地方的话，他们就是不太重视星座，而是血型。我觉得还蛮特别的，就是好像常常看综艺节目或什么，就大家自我介绍的时候都一定会说什么那个姓名啊，然后生日，然后接下来就一定会说血。他们好像就是大部分人都会知道自己的血型是什么，就是一出生的时候就会去验自己的血型。可是台湾人他就是不一定，像我就不知道我的血型是什么。我知道我的是 O 型，算是台湾人大部分的血型。他们